咁其實佢就好尊重安達臣嘅，咪尊重到一個程度咧，因佢亦都合作過啦。咁其實佢就好尊重安達臣嘅，咪尊重到一個程度咧，有時咁其實佢就好尊重。成績嘅啦，咁就另一個代表作數到啱啱一月份舉行嘅亞洲杯啦，因為已經50多年未入過呢個亞洲杯決賽，就今次終於入到啦。咁所以我哋三場波全部輸曬，唔但